王院长说今天带我好好逛逛颐和园，可是整个颐和园近3平方公里，我去哪儿找王院长呢？第一个线索，中国园林中最长的画廊，一定是那条传说中的长廊。王院长找到了。你好。这里为什么是园林中最长的画廊呢？这幅长廊呢一共有728米长，它在中间呢还有一个转折，显得特别的深远。向两侧来看呢，左手这一侧呢就是湖平如镜的这个昆明湖，右边呢可以看到万寿山，葱郁的植物之间呢掩映着亭台的楼阁。漫步在长廊之中，抬头看到彩画，向两边呢就可以看到湖光山色，所以说它也就是一幅画廊。那么万寿山呢，它实际上山体的形态呢是比较呆板的，层次呢也不够丰富，长廊呢就位于山前，它使得山的层次呢能够更加的有深远感，把这个山形和山上的零零星星建筑统一在一个整体之上。小薇，咱们接着再玩捉迷藏。第二个线索，江南风光，一定是那里。咱们现在呢就到了石碣拱桥的中间了，这条堤呢可以看到它是模仿杭州的苏堤，它的尺度啊，它的桥坐落的位置啊等等，都跟杭州的西湖呢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在这个昆明湖上呢就有一种江南的风光的这样一种联想。咱们再往更高的地方去看看整个昆明湖的全貌。哇，咱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佛香阁，可以看到整个的昆明湖了。整个的水系的梳理呢，一个方面呢是给京城的供水，一个方面呢就是调节三山五园的整个的水的平衡，水的协调。咱们看到眼前的昆明湖颐和园形成了一个山水的城市之间的这样一个格局，像中国的绝大部分历史城市呢都有完整的这样山水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人梳理自己的土地建造城市的一种方式，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山水城市的结构和如诗如画的城市生活。历史上我们中国人呢一直是一种建造园林的方式呢来建造自己的城市，咱们这一讲呢来看一下中国人是如何来塑造自己的大地的，我们从一个更大的尺度呢来认识我们的中国的园林。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法理，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首先用掌声把六位来自不同地方的云端观众请到我们的开讲演播室现场，掌声有请各位，欢迎你们。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去过苏州的？去苏州必去什么地方啊？园林，对吧？拙政园、狮子林、留园，这应该都是苏州非常著名的园林。包括你像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颐和园啊、圆明园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应该都属于古典园林意义上的园林。但是在今天你要问谁住在园林里，大家都觉得好笑，他觉得园林呢都是公共游览的场所，谁会住在园林里呢？今天我们的这位开讲嘉宾，他的期待和他正在努力做的事情，就是希望未来当我们问谁住在园林里的时候，所有人都会非常自信而骄傲地举起自己的手。掌声有请我们的开讲嘉宾，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教授王向荣，有请王院长。欢迎大家，大家好，欢迎您，欢迎您。谢谢大家，请坐，请坐。
所以刚才我的描述没错吧？没错。您心里的希望是未来中国人人人是生活在园林中的。对，这我们的理想。但是如果要问那么多园林，您最喜欢的园林是哪一个？哎呀，我最喜欢的园林可能还是城市中的这个园林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就一个城市是一个园林，他们是以营建园林的途径来营建我们的城市，就像咱们的北京一样。园林其实作为承载人对生活的理念的一个空间，对于您来讲，什么样的园林是最理想的？理想的园林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可能每个人并不一样啊。我的理想的园林呢，当然就是不仅有美丽的风景，并且有在园林中呢幸福安逸和富庶的生活，诗意的生活，诗意的生活。对，所以如果没有园林，但是你内心有一座你自己的精神花园，你走到任何地方，其实眼中还是有风景的。有些人能做到，可能有些人不一定能做到。这个境界比较高。对，境界比较高。对，所以您的任务还是为大家营造可以看得见的物质上的园林，物质上的园林，然后把它上升到精神的高度。如果再能投射到你内心，和你内心的园林相呼应，对，那就是最美的一种境界。对。对，接下来，讲台留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好。那么我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可能讲的不完全是咱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固有的园林的这个概念，我也可能把它从一个小小的园林放大到更大的空间，放大到一个城市，或者放大到整个的大地。那么园林是什么呢？园林就是人们心中的一个理想的天堂。这种天堂里面呢，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而且有非常的幸福、安逸、安全和非常富裕的生活。那么在大地上来建造园林，实际上呢，就是在大地上来实现我们心中的理想的环境。提到中国的园林呢，大家肯定会想到苏州。确确实实，苏州的园林在某些方面呢，也代表了中国的文人园林的最高的成就。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来提一下其中的一个园子，它不是最有名，不过在我的心目中呢，它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园林。这个园林就是藕园。当你在藕园的上方几十米的高空，你就能看到这样的一张平面图。藕园呢，它建造是在清初，不算早。早期的园林的名字叫社园，涉水的涉。为什么叫社园呢？陶渊明呢曾经写过《归去来兮》，它里面有一段话：“园日射与城去，门随射而常关。”我每日呢在我的花园里头呢漫游，心情呢非常的愉快。虽然我的花园呢有门，但是呢经常是关着的，非常的宁静。那么在这个园林里头呢，都是充满了大自然的山林的气息。园的主人经常会更换啊。到了清末的时候呢，变成了沈氏的夫妇。为什么叫藕园呢？这个字呢，本身的意思呢，也有就是双双归隐，躬耕田园的意思。所以它表达了夫妻俩人啊，归到田园中，在这里头过着相对来说比较隐逸的生活。他们在这个原来的社园呢，进行了一定改造，把它扩大了，变成了藕园今天这个面貌。这个面貌呢，实际上呢，就是苏州园林的一个基本上一个普遍的一个格局，它是宅和园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宅就是自己居住的地方，园呢，当然就是隐居山林的地方了。于是，在园林中呢，就会有很多的建筑，可以避风雨，可以避风寒，在这些建筑中呢，也可以吟诗作画，然后呢，也可以会客。这些建筑体量比较大呢，就很容易冲淡了自然的气息。于是所有的园林里头的建筑呢，我们看这平面图，建筑呢都摆在边上，把园子的中心留给一片山林。东边这个园子，咱们右手这园子呢比较大，中间呢有一个黄石堆砌的假山。西边的园林呢比较小，中间呢是一个湖石的假山，山木葱郁。我们看这园林，它空间是有限的，非常局促的，但是你感觉到呢，你看不到尽头，你不知道这个园林有多深，你也不知道
你沿着园林的漫步，未来你能看到什么？他是感觉园林的空间是无限的，然后在园林中漫步呢，你也会觉得时间是无限的。所有的园林呢，都是依照于自然之理，但是得到了自然之趣，随由人作，晚自天开。它是以一种诗意的、画意的对自然的一个再塑造。因为我们设计建造花园的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画家，他们有非常高的艺术的修养，他们是按照画理来创作这个园林。于是于我们看到这个黄石假山，有山峰，有石壁，有峡谷，旁边有一湾曲水，像一幅中国的山水画一样。我们的生活呢，都是寄托在山水之中的，我们的品格呢，就跟这个大自然的山水一样，然后这些山水呢是如诗如画的。这就是整个的中国的文人园林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代表。门随设而常观，好像这个园子是与世隔绝的，或者是一个封闭的园林，但是其实也不然。在耦园的东南角有一小楼，就这小楼叫做听鲁楼。所谓听鲁楼呢，就是我原主人在这个楼上呢，可以听到园外的运河里面摇橹的声音，在这园子里头也可以看到园外的风景。其实自己家里头也还有一个小码头，主人呢摇船可以沿着这个苏州的这个水街，可以到苏州的城里头每一个地方。我们如果把视线再抬高，抬到耦园上数百米的高空，我们看耦园它的三面都是环水的，这些水并不是大自然形成的，这全都是人做出来的。人为什么要做这些水呢？我们再抬高视线，我们到这个苏州的城市的数公里的上空，我们看到了苏州跟周围的山水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苏州耦园它的西边呢有一串的山岳，西边是太湖，这些山呢挡住了太湖水，如果要是有泛滥的可能呢，使得这个城市呢能够更加的安全。而西边高，东边低，水呢慢慢慢慢的从西流向东，人把这个水呢都梳理着把它进入到城市里面，整个的苏州就成为一个水街的城市。实际上山跟城市很早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苏州城也跟周围的山水联系在一起，使得苏州成为一个山水的城市。这是中国的城市的一个缩影，不仅仅是苏州。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另外一个天堂，就是杭州。我们也是在地上100米的高度来看杭州，我们把这个视点呢放到西湖上面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是三潭印月。这个小岛呢很有意思，以前呢有一个小的寺庙叫做湖心寺，在这个位置。到宋朝的时候呢，西湖由于淤积的比较厉害，苏东坡呢来组织民众梳理了西湖，把它疏浚了，然后呢把西湖的水面又还原到这之前的状况。疏浚的淤泥呢，苏东坡在西湖里头堆了一条堤，叫苏堤，这是今天西湖的重要的一条风景。为了使得这个湖泊呢不至于再淤积，苏东坡呢在湖里面呢立了三座石塔，规定严禁在石塔的范围之内呢种植莲藕，因为种植莲藕呢是造成湖泊淤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在晚上的时候，石塔里头如果点上油灯，天上如果有一轮明月的话，塔影月影相影成趣，于是就形成了三潭印月的风景。三潭印月跟苏州的园林不一样，它是一个公共的园林，任何一个百姓，你有条件乘船划船到了这个岛上，你都可以享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视点呢再抬高一下，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的西湖和西湖西边的山峦。把视点再抬高，这时候我们才发现整个的杭州这个城市山湖城融为一体，就是中国城市一个典型的代表。中国的城市总体上来说历史上都是山水的城市，无非就是山离城市的远近而已，但是不管山跟城市有多远，人们都会在城市和山之间建造一个自己的系统，这个系统把山和水联系在一起，使得城市跟山水融合在一起，这是中国人生存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它支撑着这个大地的生产和生活。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没有西湖，我们可以想象，一旦下雨暴雨的时候，山上就会汇集很多的水，水下来以后直接把杭州这个城市就会淹没甚至摧毁掉，杭州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历史上的城市也是靠着农业来支撑的，周围这么多的农田靠什么来灌溉呢？西湖把山上的水汇集下来灌溉周围的农田，杭州市民饮用水在哪来？杭州离海很近，很早以前地下水都是咸的，没有西湖就没有早期的杭州市民的饮用水。根儿上面西湖就是一个水库，但是这个水库慢慢的变成了风景了，以至于人们已经忘记了，哦，它曾经是一个水库。我们再把视线再抬高，看看整个的西湖周围的这片土地，太湖的流域，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这么密集的水洼，这些是什么？不是上天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是我们的中国人成百上千年不断梳理来梳理出来的。为什么呢？要滋润这块土地，为土地来灌溉，来发展农业，来养育我们的民众，来建造我们的城市，并不仅仅是杭州，我们把整个的土地梳理了一遍，我们使得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山水相依的国家。我们在2000多年前做了都江堰，使得整个的成都成为天府之国。我们在河套地区也做了沿黄河的灌溉，我们在北京做了昆明湖到什刹海的系统，我们在济南做了从南边的山一直到大明湖等等系统，每个地方系统都不一样。从隋唐开始，我们通过科举制度原选择地方的行政官员，这些通过科举制度来进入仕途的人，他们都有非常高的文学艺术修养。等于说我们中国每一个地方的这些水利的工程，经过他们的手来管理，慢慢慢慢把它变成了风景。中国人是一种营造园林的方式来营造我们的城市，我们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的园林，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园林化的国家。这是中国人的理想，这是中国人的城市原型，如诗如画，山水相依。历史上的这个系统是支撑我们的农业的，过去的系统没有办法来支撑我们这个今天的社会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在过去的20-30年间呢，我也在做这方面很多的思考。我们知道世界上其实许多最伟大的理想就是来自于自己平时的生活，最伟大的成就呢，都是产生于日常的生活和脚下的这块土地。在几千年的延续之中呢，我们的这个文明呢一直在生生不息在延续，没有中断。这么悠久的文明在今天还具有它的生命力，背后一定有它的原因，确确实实是历史上的这个系统留下来的，一定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比如说都江堰2000多年还在用，西湖1000年了还在用，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土上的精华，他们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他们原来固有的一些功能，比如说灌溉航运的功能，今天似乎是消失了，但是都可以变成城市中的公共的公园啊、绿地啊、人们休息的空间呀、也可以是城市的文化传载的一个载体，一个城市文化延伸的这一个记忆啊。我也非常庆幸自己也有机会呢能够做一些实践。咱们又回到杭州了，又回到西湖了。这个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西湖的一张航片图，这个时候西湖的面积呢是4.6个平方公里。2000年的时候西湖呢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其中之一湖水污染比较严重，第二呢那个时候私家车呢开始逐步进入家庭了，突然游客呢迅速的增加，于是于人满为患。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还是要在西湖的源头，就是西湖的山水相间的这个地方。2001年的时候呢，我走到了这片区，这之前我去过西湖很多次，但是从来没有去到这儿。
我到这儿来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么美丽的群山里头隐藏着非常多的自然的优美的风景和人文的风景资源，杭州人都不知道藏在山里面，因为人进不去呀。这个区域曾经就是西湖水的一部分，但是它由于离杭州比较远，管理就没有那么严格，再加上这个区域因为在山跟水相间，当然水比较浅了，所以很容易被淤积，这就是当时的整个的周围水都是污染的，农民已经不种地了，土地撂荒，于是堆积的杂物垃圾等等都是很多。其实西湖的历史上一共经过了20多次大的疏浚，我们等于是有机会在西湖做另外一次疏浚，把被占用的原来西湖的土地重新还给西湖。我们当然很激动了，但是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水要恢复成多大呢？这个好办，通过一定的研究来判断确定湖水恢复的这个范围，但是这个湖水恢复成什么样子，这个呢就不太容易确定了。我们这个时候来寻找了一些西湖的以前的记录，这个记录最直接的就是西湖的古画，这个是清朝的时候董浩这个画家所画的杭州西湖的西湖实景，这是三潭印月，你看它一派田园风光，跟自然的乡野的情趣差不多，这个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再看另外一幅画，这是南宋的李松的绘画，画的相对来说西湖的风景就比较完整了，苏堤的后面就是山水相接的地方，原来你看都是湖泊，自然的湖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来源，西湖的边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水域，它远离城市，远离人的干预，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对我们对西湖的恢复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是西溪湿地，当时2001年的状况非常的自然质朴，于是于这两个古画和现存的远离杭州市的一些湖泊，它们所具有的面貌就是我们恢复西湖的水域的一个基本的依据，于是于我们就把这片水域恢复成这样的一个样子，非常非常的自然质朴，就像李松画的绘画一样。这个跟老西湖恢复之前的那个西湖的部分4.6平方公里的水域是完全不同的，更加的自然质朴。它的作用呢在于使得西湖山水重新联系在了一起，使得杭州市真正成为了一个山湖城的山水城市，使得山上的来水在这个地方得到净化再流到西湖里头去，使得淹没在这里头的风景重新显露出来。我们中国过去的几十年发展得非常的迅速，我们的建筑越建越多，我们的高铁越修越长，我们的高速公路呢也越来越遍布在祖国的各个大地之上，这些都是依靠于建材来支撑的，没有材料怎么建造呢？于是某些地方造成了环境很大的破坏，比如说这是南宁的一片采石场，这块采石场一片很大的区域呢在2018年的时候要变成一个南宁市的一个园林博览会的一个博览园的区域，一共有7个采石场，我们有机会呢就来处理这些采石场，要把它变成什么样子。其实这个采石场是对大地的一个非常大的破坏，但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它也给大地带来了另外一种介入，是我们这大地不存在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它变成一种山水呢？这是明朝时候的董其昌所画的一幅绘画，泉崖交错的松树穿插于岩石之间，一弯这个山水从山上跌落下来，我怎么感觉这个像一个采石场啊？因为大自然的山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中国古代也有很多的采石场，于是于我们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把那采石场变成出这样的画卷呢？我们再往下看，在做设计的时候呢我来到了这样的一片采石场，当石头不采的时候呢水已经开始逐渐逐渐的往上开始升了，我们不能走到里面去了，里面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不能看到它的全貌了，但是在这个采石场的入口的这一个瞬间我就感受到了其中的一点，这不就是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吗？愚者把船停下来，看到远处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出极狭，复行数十步里面豁然开朗，鸡犬相闻，阡陌纵横，成为一个理想的世界。
于是我想把这是不是就做一幅山水啊，做成一种桃源呢？好，在这儿看看另外一幅绘画，我们看一个明朝的这个仇英的绘画，两位高士在水边的一个水阁里头对谈，周围的山水相间，一般水从山上跌落下来，周围松树生长，这两位高士似乎他们的精神完全融入到山水之间了，这就是中国人的山水。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非常简单，那些岩石是有危险的，但是你不进入，不到它的边上去，它有落石也没有安全的问题，我们不用管它了，我们就做这么一个水阁就行了。好，大家可以看一下，人们在这个水阁里头凝见一下自己的心情，感觉到自己的精神跟山水融合在一起，我认为它非常的美丽，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这个采石场实际上跟西湖的项目呢其实并不一样，一个是对西湖的一个历史的状况的一个修复，一个是把一个我们所破坏的生态环境呢完善起来再修复，两个都是为人来享用的，根儿上面呢其实也是相近的。我们应该为今天的中国呢建立一个支撑的系统，这是一个自然的系统，使得中国的人工的建造和自然协调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来支撑着中国的迅速的发展，来支撑着我们的民众能够得到幸福的安逸的安全的生活，在人居城市这个范围内把它变成大地的风景，让我们每个人的周围都像园林一样，这是我们的理想。谢谢大家。谢谢王院长。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眷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请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我一开始想象中，关于园林的设计，关于未来人们生活的理想的环境的这种描述，一定会是非常诗情画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中间居然热泪盈眶，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确实让人非常震撼。我们之前在网上对您的开讲做了预告，然后有很多的网友就提出了他们心里感兴趣的问题，我们根据这些问题挑选出了几位网友，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这六位云端观众，请亮出你们的问题关键词。穿越，连连看，内外兼修，花花草花花草花花，误会了误会了，游戏。您从当中选择两个您觉得有意思的关键词。我觉得我跟他们生活在不是一个的年代。穿越我能够理解，穿越我可以回答。穿越您怎么理解？穿越就是观察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就是你一定要以一种漫步的方式来观察一个对象。对不起，您跟他更不是一个时代的。穿越不是指的这个物理空间的穿越，它可能指的是年轻人当中时空的一种穿越。您理解错了，对，误会了误会了，是什么意思？误会了误会了就更难说了，就是刚才我对穿越就是误会了误会了，整个就是一个误会。事已至此，您只能挑两个词，穿越和误会这两个词来提出你的问题。穿越，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穿上古装，然后在园林当中去拍那些古风的照片，然后穿越到古代，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我觉得很自然，其实每个人的行为尊重自己的内心就是就行啊。不少的年轻人他们对中国的国学和中国的历史都非常的感兴趣，也呢愿意体会一下过去的生活的人的一种心境和一种场景，以至于呢他们来似乎来可能的条件之下穿越一下回到过去，当然也想让自己的这种穿越让大家来看一下，对，也创造一种不一样的风景吧。如果真的跟环境融合到一块儿了，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没错没错。接下来山东这姑娘，你那个误会了误会了背后是个什么问题？不知道王院长知不知道有一个话题，它叫如何用一句话惹怒一个专业。比如说我问一个学园林艺术的一个同学，我说
你学园林艺术，你是不是就是负责管小区的绿化的？然后他会觉得我对他的专业特别不尊重。啊、对，想问一下，您除了研究和设计园林之外，是否还真的管绿化带呢？我们设计绿化带，真设计，真设计，真设计，啊、设计就城市里的对，对。哦对可以说城市里头的自然的空间或者是建筑之外的空间、哦、我们都设计。对于您来讲，整个城市是个大园林，对，这当中的任何的细节可能都会在您的这个设计，对，和您自己的观赏范围之内，对，所以说您管绿化带您一点不会生气，不会生气。接下来是现场观众的提问了。今天来了好多北陵学子呢，因为一看问题绝对是内部人士，就非常嚣张。作为全国园林最高学府的北陵，请问您对校园内哪一处园林设计最不满意？这一看就是北陵学子问出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确确实我对校园有非常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作为这么大一个校园，当一下雨的时候，我们的校园的外面还有积水，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校园把水排到外面去了，这个是我最不满意的。我们知道要做一个园林环境，绝不是在做一个美好的一个视觉的一个面貌，你应该有义务，任何一个大院，包括咱们这个大院，在下雨的时候，把水在你的院子里头解决掉，不要让它到城市里头去。城市的这个地下的管网，它的管径是有限的，大家全排管网承受不了了，它就往路上来了。如果大家的水都在自己院子里头解决，我们的北京，我的判断就不会有什么内涝了。我们要把水留在校园里头。确实是未来的这个城市建设，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说每一个单位或者每一个小区院落是一个自己的个体，对，它应该最后是形成一个网状的系统的解决问题。对，接下来四位青年代表，大家有什么问题来？萨老师好，王院长好，我想先请大家看一个小小的短片。我自己很喜欢故宫的这些文化，包括它一些建筑色彩啊，木构的那些结构，所以去年就自己也是零基础自学嘛，然后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亭子。在什么地方？我老家温州。你这个亭子是完全用榫卯结构做的吗？对，就没有用钉子，没有钉子，没有浇水，还结实吗？亭子很结实，因为我算了它屋面的承重应该2000斤以上是有的。我刚才看你刷的那些涂料都是用要用油去或者什么，基本上全是古法，就故宫修缮用的什么材料我基本上是往那个方向在弄。我也在亭子周围去种了很多的植物，就是我希望说在春夏秋冬每个季节我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景色。真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在缺点什么东西。这个呢，其实中国人呢都是景面文心的，以物来托志的，在这里头呢通过一些题咏啊等等来展现出来。这个在中国的园林里头呢是普遍的一个现象。比如说咱们刚才讲的藕园呢，就是它有智联老屋是吧，来表达了自己呢好像是一心读书来智联，然后呢守口不停那种自勉吧。但你这个也可以，你来做这个小院呢肯定也有你很多很多的这个想法和你的目标和理想，你可能也有自己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在这种诗词歌赋里面有一个非常深的这个宝藏，你也可以从这里头来跟你的心境相关呢来这个来提炼出一些来。取名字了吗亭子？还没有。所以刚才王院长也说了，先看看你给亭子取什么名儿，
就知道你内心是期待着一种什么样的古诗词里的意境，或者是古代文人期望的一种怎样的生活志向。等你取了名字以后一定要告诉我。好的好的好的，挺了不起的，一个小姑娘自己做了个亭子起来。下一位来。王老师好，萨老师好。你好。我是崔思辰，是一名景观设计师，同时也是王老师的学生。到现在我工作有4年了，从学校到工作差距还是挺大的。在工作中做设计，然后受到的限制和约束会比较多，尤其是遇上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在那个设计师和设计师之间，包括甲方和乙方之间，设计师和使用者之间，大家因为自己的认知和立场不一样，然后面对同一个作品的时候，然后大家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感受，但是还会有一些作品大家都非常的认可。那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您认为什么才是一个好的园林景观设计？然后一个好的景观设计的精髓是什么？比较频繁面对这个问题，小崔是我的这个学生，毕业4年了，4年没怎么见过，现在消瘦很多，我估计就是做设计折磨的。做设计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因为像私家园林，你自己的宅子，你愿意怎么做怎么做，完全由你说了算。一般设计师没有这样的机会，不可能随心所欲，这是非常正常的。那么是一个好的设计是什么呢？我自己觉得有这么几条。第一，好用，不一定完全是给人用。我们还做过设计，一片土地是给鸟用的，你人不进去，鸟来栖息，或者什么物种来栖息，就是你好用，你为了谁用，让它好用。第二呢，得体。得体意味着什么东西该有，什么东西不该有，什么东西多大，什么东西多小，它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这是得体。第三个呢，简单。其实我们做的这个地方往往都问题挺多挺复杂，当你把所有的问题都看准了判断透了，你就能寻求一种简单的方式把问题解决了。之所以你做不简单，是因为你什么都不清楚，你做的眉毛胡子一把抓，所以你做的很复杂。这三个呢是特别重要的，这也可以训练。但是还有一条不能训练了，就是能够让你的使用者大家来看他的时候能够触动他，很难很难，大学里教不了，老师也教不了，跟你的阅历，跟你的成长，跟你的感悟相关，自己去感悟吧。好的，谢谢王老师。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呢，然后也会有很多的甲方要求我们做出一些有当地特色和文化的东西，于是就很出现了很多大量的这种文化符号的堆砌和仿古建筑的建设。但是后来发现大家做完以后还是一样，因为大家的仿古建筑都是一样的。对，就把你扔到某个新建的甲古城里，你依然不知道它是哪个古城。我觉得我们历史的城市并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当时的人呢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工程的能力，也没那么强的技术的手段，我们只能顺应自然。每个地方自然条件是不一样，所以我们顺应自然来营造出来的环境呢都有自己的个性。今天不同了，今天我们的技术手段似乎无限强大，对于是自然是什么样的，土地什么样的，大家已经不是特别的在意，因为我们全部可以改造它，所以我们把我们这个环境变成一样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前人留下来的有价值的这个文化在大地上的遗存，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把它保留好维护好，通过我们的手完整的留给后代，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前人干了什么。然后我们这代人呢要创造出我们这代人的东西来，而不是来拷贝前人，这样子呢我们的后代才知道我们干了什么，我们做的这东西呢也才有可能成为我们后代的遗产。所以我觉得对待文化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谢谢王老师解答。来下一位。蔡老师好，王院长好。我叫张月，来自北京。今天听了王院长的这个讲授，我突然对我以前非常喜欢的一组诗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就是唐代上官婉儿有一系列诗叫《游长宁公主刘碑池25首》，他写的这个诗特别跟他其他诗味道不一样。仰寻茅雨拂面桥之，烟霞问讯风月相知，意思就是我仰头看一看我头顶的这个茅草屋，低头看看边上的乔木，烟霞跟我打招呼，然后大自然的风月与我的心境相通。刘碑池嘛，就相当于是曲水流觞，曲水流觞。对对对，然后大家坐在旁边，流到哪儿停下来了杯子，你就得作诗一首。对，而且一下写了25首，我都震惊了，因为这个作者一共才留下来30多首诗。杯子那天晚上停下那么多次，在那边。
之前也对这个很感兴趣，也有去找过哪儿有真正的这种曲水流觞的景色，但是其实没有找到。我觉得诗词是生长的，那我们的古典园林其实也应该是生长的。古典园林未来我们要怎么去延续和发扬？古典园林呢，那么高的成就，似乎到现在呢，延续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其实是跟我们生活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生活了。所以说，那个古典园林呢，跟我们今天再来享用来说呢，之间的距离就比较远了。我觉得古典园林告诉我们几件事呢，应该是给我们今天能够参考或者有很大的启发的。第一呢，还是人造的环境呢充满了自然的气息，大自然的情趣。第二呢，古典园林是一个系统，相互之间呢是不分离的，山水植物建筑家庭是融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的工程呢，把它分专业了，那是建筑学，这是城市规划，那是园林，那是桥梁，那是水利，分了当然好了，可以把每个问题处理得更清楚，但是分的结果呢，就是把一个有机的城市给它肢解了。道路是道路，河道是河道，住宅是住宅，然后呢，咱们挖一块地做一个公园吧。以前不是这样子，以前大家全是融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些人工的这种设施呢，能够更加的让它兼容，成为一个系统，成为一个整体。在模仿原来的形式，必要性和意义已经没有了，而是说它根上具有的思想，自然的、综合的、互相融合这种思想，其实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启发。还是回到原来的主题，就是在我们的城市之中，营建于适合于我们今天人的生活的环境，让他们在工作之余，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能够放松自己。放松心情，也能够使得我们城市更加健康，这可能是我们今天人要做的工作。谢谢老师。在一个物质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里，人们对于更美好的生活的需求是什么？怎么实现它？怎么去感受它和享受它？我想未来我们的城市会慢慢把答案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共同期待吧。所有人生活在园林里的这一天，也许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当然更重要的是你的心里要有一块诗意的园林，永远不要丢失这个宝贵的领地。感谢王院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